发光风车啊，这个东西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安装啊。首先是这个绳子，这个打开啊，这样缠的这个打开，然后呢把这个管子呢这样插进去，管子插到这里插进去， OK， 插进去以后呢，把这个绳子呢把这个电线呢彩灯呢就这样绕进去，穿进去， OK， 穿上去了，然后呢这里就压进去就好了， OK， 然后呢就是绕这里，这里的话就是这个先插进去，这样子先插进去， OK， 好，然后这边绕到这边来，因为灯的话是在这边显示的，然后一个，然后就这样一次这样绕上去就好了，这样这里有一个绕上去，这个是拉上去，拉上去，OK， 这样就这个就烙好了，烙好以后呢我们就是把这个东西呢按在这里，那这个就插进去，就插到这里啊，插到这里，然后插到这里来就 OK 了，好， OK， 这个就是完成了，然后呢我们把那个电池上进去就 OK 了，电池在这里打开以后上进去就 OK 了，就是这里。